这六排多少钱呢，哥？这六排11.5块。这大风，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咱今天4点多到的龙源水果批发市场啊，货已经装车上了，拿了35件。我是六排的，拿的是14，五排的拿的是15。但是今天龙源朋友们不缺草莓呀，啊，这东西谁也把握不好。都说现在是8点多了，都说8点多之后来你拿不着货了。你今天这草莓就开锅了，我以为这个点儿便宜了呢，还行，没便宜。啊，这五排多少钱？6块钱包。咱六排拿的少，六排拿10个。五排的拿了25个，草莓过两天又掉价，看看吧。现在8点多钟还早，9点多钟我在这去卖货去，在市场再溜达溜达。上次我拿那个樱桃没赔着钱啊，拿那成盒的那个，还挣了个180的呢，有25一盒卖的，挣10块钱，还有。昨天一个大哥拿走10盒，是20块钱一盒拿的，你挣50呗，挣180的。葡萄肯定是不行的，葡萄哈西人民不吃葡萄啊，就吃草莓啊。又来箱的了，姐。来3分之1。多少钱一箱？这个你拿给我140，这开170，剩这个，然后这个130，就是一箱了这个。这个剩一箱了，完了还有这个，这个也好。那个不行，这个挺好。你记不记得了？我上次拿你这个，拿2箱。那我上次花高了。花高了，记不记得？这个整的这个是170、180，那个3.5。这140啊？那140剩一个了，140拿走吧，大弟。不是上次高了，这就剩那一个了，挑完事也没得选。他俩不一样。他俩颜色不一样，开口也是不一样。还是下面那么厚。纸啊，嗯，纸就带点细丝纸，一盒就9.25，十盒，便宜点，我把这箱拿走。上次我画高了，我就你给我找点。不是你画高了，上次你画的不高，是都那家，这就剩一个了，姐就是那135的了。120，别太多了。120，我拿走得了。那因为我卖几箱，我能挣。我拿走得了，行，姐，哎呀，130，你能喊我？120。大姐没喊我呢，我觉得她能给我。这个樱桃车厘子便宜，正常市场批还批，现在27.8一斤呢，她那是8两。给她拿着去，拿着去，没整过大姐。开多少钱这个？1.8块，开2块钱的。1.8块。这啥西瓜是？黑美人啊，黑美人的。1.8块，多少钱？2块钱，多拉1.8块。哎，不会，我自己家吃。自己家吃的。大姐呀、啊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120，你挣钱都挣了。我挣钱，我都卖多少箱能挣回你这一箱钱？这一箱就是赔钱卖，就剩一个了，130吧。这色深了。色深还这个色浅。这个130给你，它不一样品种，我要这个。那当然，那个甜的那个。是吧？这个好。是真不一样啊！那一样那就。来着吧，来着吧。好。行，这市场没拐光，这樱桃回去卖20元一盒，70块钱，一天卖完的不挺好吗？是不是？吃点饭去。吃本面去，本面咋吃都不够啊！我来个本面卖去。来个本面，加个肠。加个肠。对对，你吃啥面子去？肉末拌面。我吃本面吧。那是。啊？可以。那是煮的啥？花生啊。花生还能这么煮呢？这个，
板面就是热呀。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吃板面也是，吃板面你不吃蒜也得吃点洋葱啊，要味儿是真上不来呀、啊。这个，他家这板面的味道真正宗，闭嘴吃就不下嘴了。一个板面，手面老点儿。正常这个点儿，拿菜呀，拿水果呀，肯定便宜。至于说，好多网友说，过了八点钟之后，你上水果批发市场，拿的全是破烂儿。别的咱不敢保证啊，朋友们，就是咱拿这个草莓，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草莓不让挑。家家都不让挑，就成果给你来，你知道吧？今天草莓就冒样了，没人拿了，我估计过两天肯定会掉价。那成筐的那个水果也是啊，人家能让你挑吗？那上面那一层码的都白白净净的，下面不让你挑你也看不着啊，所以说有啥破烂的。什么问题都有两面性，你要是正常来讲，这个咱今天要是说知道的情况下，这个的时间有草莓，咱早上咱就不能拿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点拿肯定便宜。但是咱不敢赌啊，怕拿不着啊。但咱拿的这个价位也是绝大部分人拿的批发价。哎，别说，好了，朋友们，拜拜。我慢慢吃，这样拍视频吧，这着急，不拍了。然后一会儿吃完饭，咱就去卖货去。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五一节最后一天了，大家记得啊，快乐快乐。